宝宝，你吃的啥呀？这么臭！能好吃吗？这么臭！好吃呀！妈，这个螺蛳粉就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妈妈，我教你吃螺蛳粉吧。螺蛳粉呢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啊，吃一次就会爱上它。我们家吃的是和味方的地道柳州螺蛳粉，不用去柳州我们也能吃到地道的柳州螺蛳粉。而且啊，它一包的净含量是300克，也很足。它有两种味道，一种是经典原味，另外一种是加麻加辣的，两种味道可以选择。它里面的配料也很足，一共有6包料，1包粉，有花生腐竹包、酸笋包、螺蛳酱、酱腌菜、白醋包，还有一包辣椒油。现在有活动啊，39.9元跟大家发9包，喜欢吃螺蛳粉的一定不要错过哟。